啲坎，诶，诸葛，好来，来，都讲一下三百万环节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地上，来，谢这边，来，谢谢，来，一公斤哦，啲坎来，然后加麻鱿鱼来这边，有，地坎哦，好，知道了，东西爱吃这个，独生，换一个啦，啊，无要看你看，你两个公斤哦，独生，地坎。人家地很香哦，竹笋呀，哎，两升哦，是两个哦，竹笋，竹笋跟那个竹笋，一公一公竹笋，对，竹笋是素食不一样。你到底懂不懂？你躺下管的车，你到底是躺不对人呀？竹笋，后来竹笋，哎，就靠在躺车，中欧英老师呀、啊，哎，今天抬头做卖，今天这抬头做卖，哎，一公斤没毛办，没事办，我规开车的袂歹势，我无法当廿帅的袂。VK 还比你小，不要紧，没我八七八三八，来两百块，一人一盒来，等下你赶快杀猪算了，辣椒高三块，你喊妈那注意的，那注意，买当猪坑，买当叉菜，我讲我敢那四天嘞，两百块你买无半公斤啊，这是公斤啊，免两百啦，百五得啦，有哪要两盒不？有人要买两盒吗？这个竹笋竹，最好是两百八五啦，好呀，好呀，好，一盒一克啊，卖两百五，一三嘛，卖你八五，剩一克啊，两无啊，一盒拢卖了哈，那我修改。这不常有。那我听着，我就买两克啊。这不常有。哦 ，OK， 来。这个不常有。来加麻鱿鱼，不用。这个不知道什么多少段，不知道是什么多少段。接下来加麻鱿鱼，对，买了就知道了。注意听，你要吃这個，你注意听啊！退冰糕，退冰你免退甲伤哩，倒啊切下对，打倒加下对，安尼就好，卖阁退甲伤过哩啊！然后甲刀切，安尼吃你要吃偌多块，刀偌多块，安尼就好。哦，冰冰凉凉的吃最好吃，四只免五百，免四百三百，这两只阁切，加麻鱿鱼辣椒哩，三百好多，真正好吃。来三百块，他不会辣。他那个椒麻油，那个椒麻香味不是辣味。来沙巴红果，来我们有椒麻油鱼吧，我还弄不了哈。我有查过了，有人是说，来过完被酱被开过吧，左边从右边正，左边重复右边正。我一讲完来试过三个就好了。来过完两百，我来过完精油好吃，但是存一包两无啊，人家拢提大包来等伊啊。哦啊，所以哦，我叫伊留一包，我买，我买，啊无我连一包都要买。来两百，我来恁三个买买，真正好食，真正香的贡丸。你吃着，你就知我有啥物人特别买阮家的贡丸。来两百，过来三个客人可以来，最后两位贡丸两百过来。都有人无买着贡丸无？有啊，拢有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要吃小香肠来。来要吃这爱等我一下哦，因为进足点，我爬袂开。哦，我拔不开，所以你要等我们那个解冻一下，发给你们。一个赶快了，恁十五条啦哈，要吃小香肠的脆皮小香肠十五条，两百块买无十五条啊，有要吃的蛋话，我上给你一百块啊。脆皮小香肠100块，五个客人而已，拢准备了哦，小香肠。哎呦，谢谢。来两个。好有啊，好有，进来。嘿，脆皮小香肠一百拢有啊哦。十五条只有两个买哦，好，谢谢你们哦。来，虾卷有人点哦。那铁矿回来买。培根。我后来虾卷没啥办了，办过来。手工虾卷超好吃的，有买过就知道好吃了。来，培根能办过来，200块。拿上拿给你，不用等了，我们的家虾卷哦，超好吃的。来，加两条、青条、贝条、刀条、小条，来能办过来一条，沙发好一点。这两条够呛你，安尼两百。来，手工虾卷够上百块条件。来，两百过来。培根安怎煮哦？用煎的，用烘的，用菜的，用煮的拢不要紧，青菜煮就好食。来，两百过来。来，八条、九条。来，十条。来，两百过来。来，这两条够呛你，十二条。来，这两条够呛你。真正呀，这14条三个。来，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给培根。手工虾卷都买到了吗？那个小卷够不够？加够，差不多五分。都买买，好，来要吃饭，吃了再去买啦吼。来，好，谢谢，来啊，老师，好，你叫大哥得啦。你一直熬鱼是咧二三位，我都无想要生你，叫我搞二条呀。来，啊，要吃培根了，啥要吃培根了？没有了。你今仔看的是上快的培根，画面你有无？因为这个介绍，人无够唔够客气啊？哦，来一块一公斤，300二啊五。这是鸡块牌子做的培根哦，而且是大条厚的培根。来，我们
下来一包买了，哦，我两包，我今日点买了，买三包一包，现在我两包来包，我的破培根，来一包150来，我大家买一下。炒饭、炒高丽菜、炒面都用得上，包括你要烤肉，都很多人买培根。大哥，你买两包哦，培根弄好啊，阿你买下去嘞。快点说哦，不够就没有了哦。等一下。你一进嘴，我培根糖哦，我立刻收尾，我就不你，我不你。来八包肉花条哦，来150现在是几包？不得了，我来啊，上包面条进来。这一公斤哦，这是一包一公斤的哦，来八包，够三包花条，给你培根。等一下，这边两个哦。二，来回来。二来肉给。二来。嗨腿，嗨腿。来培根上诶，这给钱要呗。好了阿伯哦，你不敢收我滴啊？来哦，你走起来。来，还会吃多滴，好来。哎，你今天走钱哦嘿，你到有爱走的，甲走一下。多滴，我的。这两包呢，是要卖几多得来？来，阿伯吃超矮星啦，十批的哦，炒虾现在很贵哦。哎，你那鸡尾块，我系海白虾啊，我这是要教人有买虾的人去，炒的足贵，这一克啊十只，差不多200块样。来，一人炸两克啊，大哥炒的，还有两个炒起来哦。哇，我这十个小姐拢生啊足水，害我拢乌白银。来，两克啊免四百，两克啊300了，炒虾两盒一起卖，今天不要卖你300了。200块，没有听错，卖你一盒的钱而已，你拿200块，200块没有听错，卖你一盒的钱而已，你拿200块，200块，超额来200块过来，这个不要包，你准备就对了，哎，有啊，好来好，谢谢，感谢你啊，来好，小香肠好了，来继续还要吃什么？啊，这个小贝宝，来小香肠，你这边上面，那边，好来，大哥大哥好，谢谢你，来好，阿哥要吃多的，免五百四百三百，来200块啊，都200块来，一包，这里铁板烧这几点，就一百块啊，没有听错，200块来多的，纸皮炒虾，一盒100，冷冻可以，来冷冻过来，纸皮炒虾，一盒100，冷冻可以，来多的，够300块条件，冷冻过啊，没有错，来200块来，鲑鱼蒜鱼陶德哦嘿，来多的200块来，包冷巴冷巴啊，冷巴来，最后两个人给多的，都
玻璃拢装好，拢完好，来算到尾五分咯。好，谢谢你啦，够好，清单好啦。这样我们清单都清了。来，玻璃200，来最后一个人给200块，安尼拢装挂了呗。玻璃200块左右了吼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继续来，来阿要吃蒜泥头汤，吼、哦，明仔头汤大地哦。买着菜，哦，这是什么蒜泥啊？靠，遐粗的啊！漂亮诶。哦，啊，这看嘞，等下都要空伊，来，免1000，免800，爱食蒜叶来300块啊，都300块来鳕鱼头刀哦，哇，这头刀真正高啊，这些，哎，你买着这样谈着啊，这个可以用炸的，我跟你讲，切成一块一块，各位可以去吃，好香，哦，这蒜叶丁够好吃啊，餐厅啊，我讲敢那切一块啦，切一块，这蒜叶丁一块就300块，一块，要300。老要吃这盘的，不用500，要400，来300块汤，就一个人来吃。啊，这个原话是坐车是坐上来的，伊讲坐几日工，啊，唔知坐到高雄啊。原话你有伫山顶吧？原话，来今日来算你头刀来300。你是在忘？有人要吃头刀？不要再躲了。来300块，我要收，一收收半的啊，一收安尼话，对了。赶紧收，就一个人来吃，来300块来学一下。300块变着赚着，我无甲你骗。这300块无可能，你话安怎啦？你行到去个？哦，我讲你自己去好。哎，来，300块我话未？无人要金钱哦。来，我讲等下你收无，佮无甲伊保证是有遐大地哦。你先买先赢，来500块买我这盘，唔免500，唔免400块，就收大地。你收买就赚着啊。来，免500、400，来300块就坐买好不好？鳕鱼头刀300块，真的没有人拿钱哦，好，没关系啦，我继续送下去哈。来，500块买袂掉啊，来300，买一个来蒜头刀，300块来鳕鱼头刀，有没有吃鳕鱼头刀的？来300块，阿哥你喝了不？来，料料碗，料料碗，给他蒜头刀，今天大点，我要吃。
可以来明欧巴呢，这一盘300块，真的没有人拿钱给我。来了，台北几分钟？感谢你。五兰杯，我哥继续上好了。来了，进场上。啊，我还花500块而已。我真的要卖500块了啦，不用啦，还是300块卖你们而已的哈。等你瑞吹瑞真瑞几弄好价，来帅桃哥300公进能35的人给买会到，动作快。这一盘500块买不到了，我不改。来300块的帅桃哥来300。最后3位客人都买到了哈，那我要收起来了。帅桃哥，鳕鱼的下巴啦，要吗？清蒸、红烧、糖醋都可以。帅鱼就看那注意的那注。来300块，最后两位拢准备了哈，开始这几只安尼料，安尼料着。来300，最后一个鳕鱼红烧300块都买到了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喝阿古来，我要吃什么？鳕鱼小棒没买。来鱼饺买300、500，来三个人给200块呢。鱼饺来200块来。多加这一条好不好笑哦？你吃会喝两点五十，6颗50块，来200块来，你三个买买，飞机恁两个买买，真的，你吃好爽快啊！煮汤煮火锅煮面咯，那个，来200块来一只，来恁两个人买买，来200块来要吃鱼饺，爽爽快，来200旁边来鱼饺，2个客人了，鱼饺没有了啦，等一下没有鱼饺了啦，没有鱼饺，但我保护他飞机啊，来200块最后一个人给，鱼饺拢准备了啊。哦，肯定要钓爷爷搞的呢。没有鱼饺，也没有虾饺。来，啊，金公吧，是吧？我来金公吧，来，咱们公的先呀。哇，来来，这蒜味香肠啊，行。来，有要吃这啊？金公吧，一克80块来，3克200块来，有要吃开300，来200块完了。蟹管肉来200块，一克够哩，来200块。3克啊，买200块，要买啊，无一克够送去好无？10克哩，来200块，恁两个人给买到。我的脚手拐过去啊，给等于差不多差米花带些咯，来200块，小姐你要一份两份，一份就够了。来进攻吧，能抱过来进的啦，哦，没抱到啊，你冲啊回的。来进攻吧，最后一个人给200块血管咯，只要一个咯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这进攻啦，真好吃，哎，我靠，别作贵呢，我每天5克啊，200的刻度哦，来6个客人是不是？来，你吃蒜味香肠诶，别三百块来，200块来蒜味香肠，你打。香肠好贵耶！我那天看那个几边鲜，几边鲜6条，100块，6条100块。你是那两个人客，一个300、12条，卖200、200块来，100块100块来，不用200了。12条100。我卖你3包100。哎，3包200。几边鲜的是6条100。来，100块这样卖，都卖2份啊，不然几边鲜的是6条100。然后可以让你们试试看，用烤的用。真的。来，100块最后一个了。台呐，来100块最后一个了，给不？12条100块最后一个哦，我老太太真的啦。够香的，来。啊，要吃葱啊，要吃鸡，来搞讲哦吼。来，看那个花枝锁卷，花枝台的，来，这样2条，哦，这4条，这4条，这来讲炸鱼卵，因为这你啊去餐厅放的，吃伊拢甲你清清啊，最后一个一袋，啊，你沙拉嘛好吃，无买有嘛好吃，来有要吃的啊，2条起起来300-400块来，有要吃的500块来，2条够哦，炸鱼卵，正哥的味道，吃炸鱼卵的。来500块来，500块拢准备了啊！500块，我给你开400，来300块，两个人给买个炸鱼卵300块，通通的啦。头家买来不来？来，恁两个买来，300块得，来一个8条哩，4包哦，一包2条，来炸鱼卵哦，来300块得，通通有了没有？来要吃炸鱼卵的动作快，不是500，来300块，做人无买着吧？炸鱼卵，好几年了，好喜欢这条。来300块来断条，你看，来300块炸鱼卵，都有三毛买着，紧嘞，炸鱼卵都有了吼。好呀，这500块买你嘛，想想，来300块，啊，都有三毛买着，拢有啊。来，谢谢，啊，你落街山来搞货，有啊。妈，我平常常来买啦，你买啥就搞货较紧啦。健康福气鱼丸，花枝锁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知道。来，花枝锁卷有人要吃吗？就喝吃。自然没有福气鱼丸哦。你等一下，2号2，等一下来再拿就好了。等一下，2号2来再拿就好了。中秋节快乐哈！来，免200啊，给到你买100块的花枝锁卷，100块，8条炸好就100了。来，10条给你，12条给你。我来要吃花枝锁卷嘛，这个真的好吃，真真金金气炸锅，12条哩，15条哩，100块来，100块来，100块哎，花枝锁卷不要给钱，我们就前面200块面拿来100块。啊！这无人要搞我烹调，我系我赢出嚟咧。我一下要搞我烹调，来100块15条，啊，佫无人要买啊。
没有吃过的让你们试一试，下次都是一份200喽。你那边起来，你找条你把花的花枝手卷来100块，20条让你们先炸一炸，非常好。来去把花枝手卷，不然那条崩毁大家了，你是别要背了，是不然那条崩毁了。来包起来，我接下来20条包20条。中秋连假写手。来，阿妹夹这个鸡块哦，来鸡米花先好不好？阿妈，国庆年假你写手写吗？做只比较说给他大，而且这无不老。来，每个百姓买300块，300块啦，一包就200，我买300多好呀。2包就卖500呀，2包卖500，2包400，来300块啦，买一包送一包的，来300块。不敢吃辣的很辣，敢吃辣的他一点都不辣。我喊你开水，你开点我。来300块，我好像我朋友了哈。好，我还信你啊。买一包100的，我你试吃来，这个可以试吃。等下我卖起啊，就我就试吃啊。劲辣鸡米花拢准备来啊。你老师，我要卖劲辣鸡米花，你客红龙鸡块皮啊，我要安卖。这是在讲。红龙鸡块有点啊。还要点哪排队排在后边？啊，你鸡米花跟红龙鸡块打，那边有。你吃冰冷了？你是时间排住的。你吃冰冷了？对啦，妈今日真快啦！大家吃红龙鸡块来300块，300块来，三百吃鸡块来，三个人给咩啦？一包一公斤二啊，2包400啦，来300块来，三个人给咩？来啊！来300块，我跟你讲，麦当劳，麦当劳换的，来300，真够人给我讲我卖，安尼足爽的，我拢无记得。麦当劳换厂商，你现在要吃麦当劳的，只有这里的，只剩下这个。麦当劳的鸡块已经换厂商了。你现在麦当劳吃到的不是这个，现在麦当劳吃到的不是这个，是比较难吃的。谢谢，来边吃一盘200块来，200块来，来小姐要鱼饼，我他鸡块了，然后鸡块。来一盘300块，2包2斤，咱卖你3人啊，我卖你300。不对，麦当劳的鸡块已经不是这个牌子的，而且麦当劳的鸡块现在很难吃。我们有点过，吓到了。外面的皮超硬的，里面的味道怪怪的。不是一包两百，是两包。吃下去超生气。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刚刚买到了哈，鱼末鱼皮，来谢谢。所以因为超生气的啊。来一回来放进，我老婆吃下去还发文，谢谢来鲑鱼，怎么那么难吃？我有睡吧？你们去 Google 一下，你们去 Google 一下，麦当劳的鸡块怎么变成？是不是味道不一样的？鲑鱼变过吧，你去 Google 一下，马上就有这个新闻，有这个新闻。技能三十元给变成，不要买1800了，来500块来鲑鱼，我三哥没讲鲑鱼，但做不好开始来，他那个上去给我。来三个500块，所以如果你要吃麦当劳的鸡块的话，头家也未来，搁加三十条，免一千，免八十，要买这个500块来鲑鱼，500块，都叫买鲑鱼，走未来，我免两份，免三份，我起码4500，你搁唔坚持哦？一两三四个人过来，一条搁请，总共无提，你可以等于整无当库存，来500块的鲑鱼，招一个人过吃，鲑鱼500块拢完啊！来，谢谢。好，阿哥来，你准备爱啥？你来给我。下巴个头是吧？下巴个头。奇怪，我未辛苦，你就要下巴个头。啊，我无未辛苦，你拢唔讲话。好来。唔讲话就对。大姐有人讲啊，你。我赶快来，第二一针来。来。这是下巴，这是我出来吼，爱我咧讲，我靠钱人赚，头家开，我心虚哦，我平常时啊，我也袂爱讲话啊。来一包500公斤，2包1公斤，卖400，卖300，上面吃下巴哎。现在2包300你买不到了，因为2包是1公斤，客人来200块。可以下巴。等于你买个谁啊？我来200块来，10包就对啦。哦哟，这寡大啊，这已经是上，我俾500呐。我5分呢，5分，5包啦，5分，这哦，这大足大的吼，心足大的吼。哎，过一下班200块拢完未？加在200块拢有了吼。人客会听伊讲话。来，阿人过头，我吃阿要红烧好，要吃鱼啊好。来，红烧我甲你阿吃来。你若要吃鱼啊，麻烦一个动作较紧的吼，我了一下话，我来吃迄个啊。来，要吃红烧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来500块来，500块，要求这红烧，你看有大味无？超大只的，
一只就250了，一只就鱼啊，我无爱多，真鱼啊真正足贵，唔是我袂用贵哦。来，这尾个了就两尾500多头啊，来五，等下再加一个，来500块大尾吼，今日红叉只大尾吼，来500块来，最后三个人今日红叉，来500块来，你家己挂有大尾无啊？诶，唔是我袂你贵，是鱼啊太大尾。来红叉5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去。来500块，拢准备了未？红叉500块来，今日剩两个人去，拢准备了未？